各位来宾您好，本公司营业至晚上10点，距离时间还有5分钟。一一百货很开心您的光临，并祝您购物愉快。啊天哪，我还没有开始哎，怎么办？啊，我明明就很认真，怎么办？啊！你今天的业绩要爆蛋了，完蛋喽！哦，我不要爆蛋，我不要爆蛋，我不能爆蛋，我不能爆蛋。小姐，小姐，是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我要买这几个包包啦，啊，不好意思哦，应该没有打扰到你下班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当然没有，您尽量买，尽量买，越多越好啊！不是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好好的，我现在立刻为您包起来。这是您的发票，刷卡金额总共是11万，谢谢您的光临，欢迎下次再来哦。耶，我成功了，太好了，下班。